今天呢，要麻烦大家帮大叔四十的频道做个五星评价。首先呢，你点开 Apple Podcast，然后搜寻一下大叔四十的频道，搜寻大叔四十。好，找到大叔四十的频道，点进去，然后按节目这个，然后呢，往下滑。往下滑，你会看到这个评分与评论，然后你点了五星，送出，然后继续呢，你就可以做一个撰写评论，然后撰写评论有标题跟评论，标题我们写一下五星推荐，好，然后评论呢，我们写好评。好频道送出，好，这样就完成了评论和五星评论还有推荐了。那尼克巴现在需要收集100个这个五星评价，那需要大家帮忙，谢谢大家。